对，然后休息完之后，休息他就直接就慢慢走走走过来，他刚好在这里就有点虚弱啊，我们即使在一分钟左右就发现他不对劲，所以我们就马上就有用那个轮椅把他搀扶到诊间去。OK， 对对对，啊，我做事很及时的那处理这样子。对，今天早上就是施打那个高端疫苗，那就是有一位24岁，二十几岁的邱姓男子啊，他来就是打完以后。休息的时候一开始是没什么问题啊，不过就是休息一晚大概20分钟左右，快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人就显得比较虚弱无力，然后他表示有点那个头晕的现象，然后就靠在我们的卫生所的大门口，那我们的那个护理人员就赶快来帮他做协助，然后就是稍微做一下询问，他是说好像有一点那个家属是说早上没有吃东西啊，所以说我们就赶快给他喝了一点果汁这样子，然后帮他做一些身体的检查。那当下他人是显得很虚弱，然后也变得没什么反应，所以说就也有帮他就是说再做一些检查和处理。不过就是因为他显得越来越虚弱，所以说我们就赶快联络救护车了，然后就请救护车帮我们送到附近的医院的急诊，想说可以赶快做处理跟观察这样子。不过在就是救护车很快就来了，那所以说他那个救护车来的时候，他的人也稍微有就是说意识有稍微改善这样子，所以说就后续就请救护车再帮忙处理这样子。所以他是自己上救还是需要人家搀扶？需要人家搀扶。情况这样子啊，医生判定是晕针或者说，身体状况比较差吧。嗯、现在状况比较好的，比送进刚送进来的时候脸色差很多。嗯哼，啊，有听说他在打针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吗？没有。嗯哼，啊，他就是打针之后有他怎么样的发生什么样的情形？嗯。听他讲是说到那个玻璃出来外面，靠在玻璃门就有晕。哎，有喝水吗？他了。嗯。在当时他也在外面。嗯。叫他们先坐在那边喝水啊，这个男孩子的状况，对，他是一个22岁的，应该是大学生了哦。他就一打完以后就马上晕倒嘛，晕倒他们马上叫救护车送到医院了。那我的初步判断是晕针了哦，因为病人来的生命迹象都是很稳定的哦，甚至他的那个血氧浓度。还99%，哦，啊，经过打了点滴以后，慢慢的病人醒过来。那详细问他的情形，他是讲说他昨天没有睡好，啊，今天早上又没有吃早餐，哦，就去打了。所以心情的紧张啦，还有饿肚子啦，这些都会造成很容易造成晕针的现象。是。